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菩提，点赞加订阅，祝您福寿长。我问师父，我如何才能成为一个自己愉快，也能够给别人愉快的人？师父说，我送给你四句话。第一句话，把自己当成别人。我回答道，师父是说，在我感到痛苦时就把自己当成是别人，痛苦就减轻了。当我喜悦时把自己当成别人，喜悦将变得平和中正。师父点头，接着说，第二句话，把别人当成自己。我又说，如此就可以真正同情，理解别人的需求，在别人需要时给予恰当的帮助。师父向我微笑点头，继续说，第三句话，把别人当成别人。我马上明白了，如此是要尊重每个人的独立性，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可侵犯他人。师父又说，第四句话，把自己当成自己。对最后这句我有点困惑，这句话的含义我一时体会不出。这四句话之间有许多相矛盾之处，我用什么才能把它们统一起来呢？师父语重心长地说，用一生的时间和精力。人到世间上来莫不是为了追求快乐，如何拥有快乐呢？我向师父进一步请教。第一，快乐来自哪里呢？第二，快乐的根源是什么呢？第三，如何修炼才能快乐呢？其一，快乐来自家居和谐。一个家庭里，每一份子都应该为家庭的和谐贡献，不能自私、执着、计较。如果有人每天只想外出散心、郊游，把家庭视如牢狱、冰窖，甚至本来是亲人骨肉，却当成仇人相聚，这样的家庭生活如何会快乐呢？其二，快乐来自天然环境。居家在山边，可以在山居小路散步；居家在水边，可以在河川堤岸休闲；居家附近有公园、市场，散步、购物当然都能称心如意。假如居家在人烟稠密的大楼，出门举步艰难，或是住在偏僻路巷，进出都感不便，当然就会心浮气躁。古代孟母所以要三迁，现代的富贵人士所以要找风水宝地，就是因为环境会影响人的心情。环境对于无人的快乐与否至关重要。其三，快乐来自人际关系。一个人处身社会，总会有许多朋友，平时参与各种社交活动，和各种人士互动往来，假如自己会做人，经常帮助赞美别人，则敬人者人恒敬之，别人也会对我们赞美帮助，人际互动融洽，当然就会感到快乐。反之，有的人处事不够圆融，经常嫌这个不好或怪那个不是，自己没有培养好因好缘，自然不会获得友谊。难堪烦恼一大堆，人生怎么会快乐呢？其次，快乐来自心胸宽广。有时候别人有心把快乐带给你，可由于你心胸不够宽广，没有容纳的空间，快乐则会自然远离。懂得包容，就不会锱铢较量。心胸豁达开朗的人，凡事看得高远，不会被眼前得失所蒙蔽。心量狭隘自私的人，处处与人计较，无法成就大器。一如杜甫以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，表现其一心为民的广阔胸襟。如果能以豁达的心胸包容一切，自然能看见美好的世界。其五，快乐来自内在的宁静。圣雄甘地一生大部分时间住在牢狱里，但他无时无刻不感到安稳自在，就因为他内心永远保持着宁静与淡泊。不论环境如何纷乱，我们每个人都要让浮躁不安的思绪找到一个出口，从内在的宁静中寻得真正的快乐。其六，快乐来自主动的关怀。心怀慈悲的人
常会主动关怀别人，如观世音菩萨常做不请之友，以32应化身寻声救苦，故众生所尊崇信仰，从别人的给予中所带来的快乐与满足只是一时的，主动的布施关怀他人带来的心灵快乐才是真实的。其七，快乐来自自己内心，是快乐还是烦恼要靠我们内心去制造。假如能将内心的产品改良，给别人一些利益，多为别人着想，快乐自然就会从心里源源不断而来。问渠哪得清如许，有源头活水来。每个人都希望过得幸福，但是有人心中往往充斥着执着、乖戾、嫉妒、娇慢等不良的种子。有的人一味追求物质，追求享受，其实快乐的人生不在山珍海味，而在清和淡雅；不在盲目追求，而在真诚相待；不在别人的施舍，在自己的努力；不在遥远的未来，在当下的获得。所以快乐的根源是一，身心的健康。身心健康是快乐最重要的条件。昔谚云，健康生快乐，快乐生健康。试想，你的身体四大不调，卧病在床，或者你的心中三毒炽盛，障门大开，起或造业，能快乐吗？有人说，欢笑能补脑，胜于服食药物。每日笑口常开，身体自然能健康调和。二，仁慈的心念。有仁慈心肠的人，别人会喜欢接近他，他的仁慈行为会让人永铭于心。古代高僧大德的仁慈，如智严公处理方，高安看病如己，乃至向智顺割耳救治，僧群护押绝饮，他们悲悯众生疾苦的精神，不但为时人所崇仰尊敬，也为后人立下仁慈爱物的楷模。三，虔诚的态度。礼记大学说，上老老而民心小，上长长而民心地，上许孤而民不备，是以君子有协举之道也。对人前进，可以邻里和睦，兴家旺国。宗教信仰上对真理的追求也需真心笃诚，方可体悟佛性真如。四，纯净的信仰。小孩需要依靠父母，生命才得安全；老人需要依靠拐杖，走路才能安稳；黑夜中需要依靠明灯，行人才能看清方向。信仰如同我们的依靠，纯净的信仰能做人生的导航。生活有了信仰，就有勇气面对困难与压力；家庭有共同信仰，精神理念相同，自然能和谐。孔子曾云，仁者不忧。如果能对人生的穷通得失、成败有无能够不忧不惧，何愁人生不会自在快乐呢？当然，快乐要经过勤劳努力才能获得，没有牺牲奉献的精神与实践，无法体会真正的快乐。最后提供给大家几点修炼的方法。第一，不断的教育。一个人能不断地求进步，不断地教育自己，就是一种幸福快乐。礼记云，学然后知不足，教然后知困。现在社会提倡终身学习，学习是一辈子的事，是人生重要的课题。平时我们可以从生活教育、人格教育以及知识、科技等教育来提升自我，启发思想。第二，愿望的实现。有理想还必须去实践，两者相辅相成，才能有丰硕的收获。只要有愿心，世界无远近；只要肯发心，人间无苦乐。一个人如果能不断的发愿，不断的发心，进而实践自己的愿望，也是一种快乐。第三，共事的和谐。与人相处共事，能和谐无争，互相尊重，互相包容，这是最美满最快乐的事。团体的每个分子都很重要，
不要妄自菲薄，也不可看轻他人。与人相处，若能保持你对我错，以大我小的老二理念，必能和诸共事，发挥出最大的力量与效率。第四，真理的彻悟。人生在世，能明白真理是非常幸福快乐的。我们信奉佛教，主要即是享受真理的快乐。世俗的娱乐短暂一时，法乐里的欢喜却深广无限。世学有漏，佛法无边，知识变异，真理常新。释迦牟尼佛为成道时，贵为一国的太子，享受无比的欢乐，得到万民的敬仰。但是他不以皇宫的生活为满足，不甘愿做个庸碌的凡夫，于是舍弃一切的荣华富贵、亲族情爱，走上追求真理的道路。最后不仅自己彻悟，也为众生开创正觉幸福的人生。南无阿弥陀佛。